拜朋友唔紧要，明唔明白？朋友帮唔到你嘅，知唔知？吓？警棍，警棍，黑色的棍子，警棍，哎呀，打几下？打几下？打几下？打了几下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因为他冲过来嘛。我看对面冲过来。还有还有，对面冲过来。对面冲过来。啊哈。登記咗未啊？要抽啊！佢要你自己講。梁炳琪，梁炳琪，抽啊！就四點鐘，啲女士俾兩個。我係咪要等多今日咧，我哋咧就約咗警方約咗我哋咧，三點鐘，今日下午三點鐘咧，喺長沙灣警署開會嘅。咁我哋開完會咧，大概咧係3:55到啦，喺長沙灣警署走出嚟，走出嚟咧轉彎嗰條街咧叫做長沙灣嘅長順街。咁行到個停車場個附近嘅外邊咧，就突然間咧個對面嘅斜路嗰度咧，突然間咧就有一個人咧。有兩個人兩個暴徒咧，飆落嚟就順住嚟，順住突然間點解有兩個暴徒揸住個類似警棍嘅，好似警棍咁嘅樣嘅？咁當時我冇注意到啊，點知佢越行越前咧，原來係嚟打我嘅，喺度搏命打搏命打，打到我大聲嗌，因為我哋同埋一齊嘅咧係有三個人嘅，咁嗰兩個同學嗰兩個同修咧。就行先，咁我咧就行喺後邊，我就攞咗個電話咧，不斷打電話咧，諗住今日講話開會個結果啦，咁不斷打電話，咁突然間嗰兩個暴徒咧就喺度咧搏命打我個頭咯，搏命打，咁咧後屘咧嗰兩個同修咧就知道我大聲嗌，佢哋翻轉頭嚟睇，先至喝咗嗰兩個暴徒咧就跑咗咁樣嘅。個時間就係咁短，依個咧肯定咧係嗰啲共產黨派嚟嘅暴徒啊！因為我哋係法輪功，啱啱今日就係約咗警方開會嘛，今日就係開會開我哋法輪功學員咧10月1日嘅遊行集會嘅活動噶。當時係應該係冇人目擊到，即係人哋目擊到咧都可能嚟唔切影啊，因為佢突然間喺度。即刻喺路邊走出嚟打人嘅咁樣嘅，持續咗幾耐啊？應該要1分幾鐘，1-2分鐘。咁啊，等我哋兩個同修咧，我大聲嗌，嗰兩個同修翻轉頭話：你做咩打人啊？做咩打人啊？咁佢就好快就跑咯，咁樣咯，就嚟唔切影相，影嗰兩個暴徒啊，蒙住面嘅暴徒啊。佢用嗰啲黑布咧蒙住面嘅咯，蒙住成塊面嘅，咁樣揸住嘅咧，兩個人都揸住嗰啲，好似類似係好似係警棍咁嘅。對於今次嘅暴力襲擊事件咧，我哋表示非常之憤怒，同埋予以嚴厲嘅譴責。呢次事件咧，無可置疑地咧，佢係指向咧中共勢力佢嘅指使同埋幕後嘅操作。我哋強烈要求有關當局同埋警方係要徹查事件，將兇徒同埋幕後黑手繩之以法，同埋將事件嘅真相向公眾交代公佈。喺呢次事件中，亦都包括呢次事件咧，我哋睇到啊，過去幾個月嚟社會上出現嘅情況。我哋睇到中共不單止喺中國大陸咧，係殘酷地打壓迫害法輪功學員，
和其他的善良民众。这几个月来，他更加越来越肆无忌惮，将他大陆的打压迫害的手法，包括他的谋流民的手法、暴力的手法、恐怖袭击、以主酷刑、酷刑等等，赤裸裸地延伸到香港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所以我亦都睇到咧，係中共不單咧係因為佢對法輪功嘅打壓，喺中國大陸造成本世紀最大嘅人權災難，更加因為佢將佢嘅暴力嘅打壓、流民嘅手法、以至謊言等等假惡暴嘅本性，通過各種的方式延伸到香港，亦都正在在香港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人權災難。我們在這裡呼籲全世界，包括國內外各界的人士，是正視、高度重視包括這次事件和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件，是要看到中共在全世界延伸它的暴力和它的流民手段、恐怖的做法。我們呼籲全世界盡快全面地制止中共的暴力、制止中共的暴政。他就是要恐嚇你咯，他就是恐嚇你知道我們，我就覺得為什麼那些暴徒會知道我們今天會跟警察開會，這個我都是值得可疑的，這個不用上網的，為什麼這些暴徒會知道我們今天跟警察開會，我們10月1日的活動，因為共產黨是打壓法輪功，我是個代表，是申請代表的，為什麼他要打壓，這些就是暴徒來的，針對我們，一次一次是恐嚇我們的。過去16年的7月份我都在中環大會堂那邊被淋過紅油，他一次一次地去恐嚇我，我過去也都是被人家跟蹤過。共產黨到了末日的瘋狂，是無惡不作，他這麼懶惰的手段，這樣突然間是這樣搏命打、搏命打，打到你頭破血流，這些不是可人可以承受的。警察今天還說話不批我們，他就說反對我們集會遊行，跟住我哋行出嚟，喺長沙灣警署行翻出嚟，轉彎即刻就遇到啲暴徒。呢啲係我值得可疑，點解會警會啲暴徒會知道我哋今日喺警署嗰度咧？全世界都知道係法輪大法好，法輪功長期以嚟一直都係和平理性講真相，呼籲制止迫害、停止迫害。全世界只有中共是在繼續打壓法輪功、迫害法輪功，以法輪功為敵。實際上中共是以全人類為敵，以普世價值為敵，這個是應該是全世界都認清了。現在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魔鬼仍然是在統治全世界一個嚴峻的局面，包括在香港共產黨、共產邪靈也都在煽動仇恨、製造分裂、煽動各方面的衝突，希望各方面、各界人士、各個階層，無論政府內外都能夠有個清醒的認識，不要上了中共的當。同時今次施襲的，無論是穿黑衣也好、什麼衣也好、拿什麼棍也好，我們要明確地指出，這些就是中共指使的暴徒、兇徒，不要讓他們混淆視聽，將個焦點轉移到其他人或者嫁禍其他人，這個也是希望社會公眾能夠清醒地認識到的。是，實際上所有暴力的源頭都是來自中共。他描述呢，他那個黑面呢，蒙住的黑面的是穿黑色衫的，這些共產黨的慣性呢，都是會誣衊人來的，他會誣衊人來身上說人家穿黑色衫，這些是共產黨的暴徒來的。兩個拿著那些呢，又是警棍來的，類似就是警棍，他想加禍給人來的，他要穿著黑色衣服加禍給別人咯，又類似拿著那些是警棍的，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手法來的。我們法輪功呢，
一直以嚟咧，中共都係針對我哋法輪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點解會一講就會講到係中共喺度作為呢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因為我哋法輪功根本平時我哋都係和平理性嘅，冇同任何人有任何嘅結怨，就係、是、共產黨針對我哋法輪功。所以咧，我哋有咩事情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係認為係共產黨係佢嘅製造出嚟嘅一啲嘅邪惡暴力嘅。今次咁樣嘅暴徒咁樣咧，天光白日咧都係咁樣打咧，我哋係強烈譴責，要警方咧要緝拿啲食將啲暴徒咧繩之於法。佢仲係而家目前而家啲示威者都係著黑色衫嘅，我覺得佢著黑色衫咧係要冒充想加禍俾人哋嘅，呢啲就係共產黨嘅手法。我哋喺出邊咧冇同人哋結過怨嘅，我哋冇同人哋衝突過嘅。即希望警察咧將啲暴徒咧繩之於法，呢度係香港嘅，希望係有翻香港嘅一國兩制咯。共產黨一直係打壓法輪功，因為由於我哋10月1日咧想爭取咧係香港咧呢個和平理性嘅集會。我哋再重申係善惡必報啊，惡有惡報，所以呢啲惡人咧必將係遭到惡報。同時喺呢個社會嘅層面，喺人類社會嘅層面。亦都係即係話喺法律嘅手段係要追查到底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呢啲作惡嘅惡人，無論喺中國大陸、香港或者其他地方，佢作惡、佢打壓法輪功，啊，必定係會被追查到底，係直至係將呢個惡人繩之於法，令到佢受到應有嘅制裁同埋懲罰。Thank you.